单位一下子。这个歌是以前拍过多次，在从八十年代起就隔几年就拍一次。这个我们这学期拍的这个课呢，第一次有了一个教材，这个教材就是我们用的这个西方美学史纲。西方美学史纲是在武汉大学出版社去年出的，大家如果要听这个课的话呢，可以反映到。集体到武大出版社去买一本，集体买可能便宜一些了，定价是25块，你要打折的话22块钱。以前西方美学史的课呢是用的我和易中天老师合写的那个黄雨兰的交响，黄雨兰的交响最开始的书名就是走出美学的迷惘，后来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时候呢，把它换成了黄雨兰的交响，副标题是东西美学比较论。那本书是我们1987年出版的，当时呢易中天是负责写中国美学史的部分，我呢是负责写的这个其他的部分。但是当初用这个教材来讲西方美学史呢有点不太方便，因为它不是一个单独的西方美学教材，所以我一直都有一个打算，就是把黄雨兰的交响里面西方美学的这一部分把它单独提出来，包括西方美学史和西方现代美学，现代西方美学把它单独提出来作为一门教材，作为一门教材。在去年呢大出版社把它出出来了，所以我们现在有了一个单独的西方美学史纲，它的篇幅不大，大概只有一百多页，180多页，那么比较适合于较快的掌握西方美学史发展的一个大体的成果，一个线索，就是我们讲西方美学史如果没有一种清理，如果没有一种线索，那是毫无烟火。西方人谈美学，几乎每个哲学家都谈美学，除了哲学家以外还有文学家、美术家、美术评论家，这个甚至艺术家自己也谈，所以谈西方美学的这个材料那是铺天盖地，那你根本就看不完，你这一辈子都看不完。那么我们要能够尽快地把握一个基本的线索，特别是我们中国人，跟中国人的美学思想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出西方的美学思想它有一种内在的一种内核，他们的精髓，他们的主要的思想表现为一种什么样的模式，并且这样的模式在他们的2000多年的历史发展中他们是怎么演变过来的如果我们能够在短短的一个学期之内把这样一条线索把握住的话，那我们以后在接触到其他的西方美学思想的材料的时候，我们就具有了把握能力。比如首先高屋建瓴，从总体上提纲挈领的把西方美学思想的精髓线条把握，所以我们这本教材的主要的目的就在这里，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线索别看里面举的例子多，偶尔举一个例子但是呢它是从千千万万的例子里面提取出来的我们不可能在课堂上面把所有的例子都讲出来，没有那么多时间我们要迅速的对西方的美学思想的总体精神加以把握，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个课的所要讲的主要内容。
那么西方的美学史啊，我们要把握它的概念内涵，首先我们要把这个概念搞清楚，这个也是西方人做学问的一个通例。你讲西方美学史，那么什么是西方美学史？什么是西方美学史？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美学史，来自于什么是美学啊，要追溯到什么是美学。当然我们这里不能展开讲什么是美学，这个西方人已经探讨了2000多年，一直到今天啊。但是美学这个概念我们可以来大体考察一下，这个概念它是一个啊外来的概念，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外来词啊。美学这个概念是一个外来词，中国古典是没有的，中国人不讲美学的，中国人有美学思想，但是呢没有一门学问叫做美学。那么美学的概念它是来自于西方近代，特别是这个在18世纪啊，最早的提出的哲学家是一个德国哲学家鲍姆加通啊，1714年到1762年，鲍姆加通是西方美学之父。被称作西方美学之父。为什么叫西方美学之父？他提出了美学的概念啊，也就是 aesthetic。他用拉丁语写了一本书，aesthetica。这个书名呢本来是拉丁文，但是呢它又是来自于希腊文啊。希腊文呢aesthetis 它的本来的意思呢就是感性感觉啊，感觉。那么在拉丁文里面把它变成一个学科的名字 aesthetic， 它的意思呢本来的意思是感兴趣啊，感兴趣。鲍姆加通第一次用 aesthetic 这个词来称呼有关美和艺术、美感这样一类的学问啊，这样一类学问叫做 aesthetic， 我们把它翻译成啊，对于感性的科学或者感性学啊，感性学。那么这就是对于我们今天讲的美学的第一次命名啊。在鲍姆加通以前，在18世纪以前，西方人有漫长的美学思想啊，关于美、关于艺术、关于美感的发展史啊，有2000年的发展史。但是呢，没有一个人出来为这样一种学科做一个总体的命名。那鲍姆加通第一次做了这个命名，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西方美学之父。当然，也有人不同意，说他只提了一个名字啊，真正的西方美学之父可能还要啊算上别人。但至少他是第一次命名了啊，标志着西方的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独立的学科，首次成立了啊，首次独立起来了啊，这是他的一个功劳。但是 aesthetic 的意思呢，我们刚才讲它是感性学的意思，感性学那就有很多意思了啊。我们通常讲感性，关于感性的学问，那就有很多别的意思了，比如说感性认识、感性知识，比如说心理学啊，感性的心理学啊，物理学、经验科学、经验科学啊，感性的认识论，这都属于感性学。鲍姆加通对于感性学的这个命名呢，他有他自己的解释啊，他认为其他的那些有关感性事物的学科啊，都是对于感性的对象加以研究，而他的感性学呢是对感性本身加以研究啊，关于感性本身的学说。那么如何是关于感性本身的学说，鲍姆加通呢特别强调提出来，就是美感啊，美和艺术，这是关于感性本身的，其他的都是运用感性啊，去对某个对象加以认识。后来这个名称 aesthetic 这个名称在日本人进行翻译的时候呢，
他不是迟疑的，他不是直接移动感兴趣的，他是考察这门感兴趣它的内容，它的实际的内容就是关于美，关于艺术和美感这些内容，因此呢他们把它移成了美学啊，关于美的学问，而不是关于感性的学问，当然也是关于感性，但是是特别关于美感，感性里面的美感，而不是感性认识。包括加藤那里是感性认识，但是日本人翻译过来其实有一点小小的偏离，就是说不是关于一般的感性认识，而是关于感性中的美感啊，所以他们翻译成美学。这个翻译呢我们中国人照样接受过来啊，不加思索的接受过来，当然他从内容上来说是翻译得很好的，他确实凡是谈到 aesthetic 它就是关于美和艺术美感这样一类问题的，所以你翻成美学从实质上来说是对应的。但是要从它的词根来讲呢，我们就要注意有点区别啊。aesthetic 它本来历史是感性学，比如说像康德在他的存在理性批判里面啊，我们知道他第一部分就是感性，先验感性论，先验感性论是讲的感性认识时间空间啊，时间空间所形成的那些感性知识，在时空中出现的那些感性现象，研究这些东西的先天条件，这叫先验感性论。他所采用的就是方斯顿他啊 aesthetic 啊，方斯顿他呢就是先验的 aesthetic 呢感性的感性。那么我们有的人不太熟悉的呢，就把康德的先验感性论翻译成先验美学，那就已错了啊。我们在先验感性论里面看到的是时间、空间、先天直观形式，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字提到美。而且康德特别有个注释，他讲他用这个词跟鲍姆加通不一样啊，他认为是鲍姆加通用错了，他本来是讲感性的嘛，跟美有什么关系啊？没什么关系啊。康德认为美的问题它不属于科学的问题，它属于心理学研究对象啊，美不能怎么学，没有什么美学，美就是一种感受啊，你感受到了，就是你主观感受到了，怎么可能成为学呢？怎么可能有什么规律呢？要有也只是心理学的规律，它可以归到心理学里头啊。这是康德在写纯粹理性批判的时候他的观点当然到后来写第三批判康德的批判的时候呢，康德也有所让步啊，他自己也采用了 aesthetic 这个词，用在了关于美的学问这个意义上啊，把它的形容词 aesthetic 用在 aesthetic 也用在了审美这个意义上，美学和审美名词 aesthetic 就是美学啊，那么变形容词就是审美，用在这个意义上面来谈我们如何感到感受到美这是康德在后来有一种这个让步，就是退让这个他也找不到更好的词来翻译有关于美的学问。那么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我们今天所讲的美学这个词啊，从它的西方产生的这个意义上来说呢，实际上是转译的是转化它的意思，它原来的意思是感兴趣原来意思是感兴趣，特别是现代西方美学有一种倾向，就是要从关于美的学问回复到它原来的意思，回复到它的感兴趣的意思感兴趣其实就是人的感情人的感官、人的感觉回复到人学，回复到感性学，这是现代西方美学的一个倾向。我们后面还要讲到，从马克思开始，马克思特别强调感性，人就是感性，人首先是感性，当然从这个上面也会建立起理性，但它的根基
就是人的感情观，里面就包含美。所以马克思的美学里面实际上是立足于人的感性活动、人的实践、人的劳动而建立起来的。这是美学这个概念，我们大致就介绍这么多。那么我们再看美学史啊，美学成为历史，成为一种历史的发展，它是属于思想史的一个部分，或者是一个方面。美学史属于思想史的一个方面。在西方的思想史上，有众多的学者都谈到美学问题，对美学的发展呢，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但是，并非每一个思想家都认为自己的美学思想是关于美的科学。很多人谈到美，谈到美学问题，是顺带的，顺便谈到。而且呢，他不一定是把它当作一门科学来谈到。比如说举个例子，为自己哲学观点提供一个实例。但是呢，他不见得认为它是一种独立的美的科学。还有一些美学家对美的问题不感兴趣，他们关心的是更加具体的，比如说艺术的问题，艺术的问题，美感的问题。有的人也不是从美学的角度来谈，而是从心理学来谈。艺术的问题呢，也是很具体。我们知道艺术是不能公开的，还要拿作品出来，你要能够感人才叫艺术。所以谈艺术的问题，往往呢不一定涉及到美的问题。当然它可能有美，但是也可能不美。有些是艺术品，很难说它能够引起美的感觉。当然对涉及到美的感觉，它究竟是有什么感觉了？我们通常认为美的感觉就是那种优美的感觉，或者顶多我们认为是加上一种壮美、崇高。但是有的作品它就什么都没有，它既没有优美，也没有壮美，也没有崇高。像罗丹的那个雕塑《老妓女》，它既没有优美，也没有壮美，也没有崇高。但是呢，你会有一种感动。当然，大多数人看来觉得厌恶，很丑嘛。但是如果你的心足够深刻，你也许会有一种感动。它就是艺术品。而且是不朽的，不朽的艺术。所以很多人就谈艺术，不谈美，也不谈美感，也不谈美感。比如说黑格尔，他把自己美学直接的称之为艺术主义。黑格尔当然也谈美，他的艺术就是美，但是他的对美的理解呢，主要是艺术。离开艺术，你不要跟我说什么美。大自然的美也是艺术的作用。大自然的美，我们看到大自然的美，也是因为我们在自己的内心进行了艺术创造的结果。所以黑格尔把他的美学归结为艺术哲学。当然后来约定俗成，他还是不反对把自己美学讲演录称之为 aesthetic。但是他实际上的理解呢是艺术哲学，一切美都是艺术哲学。都是由人造出来的，那种客观的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那种美是不存在的。这又是一个例子。至于现在的美学，可以说大多数都已经不再谈美的问题，他们更关注的是审美意识和美感，美的感觉。美的感觉是实实在在的，那是不实实在在的，任何人都否认不了。凡是人都会有美感，所以我们讲美学史呢，我们就不能够简单的说是关于美的学说史，因为很多美学家，很多著名的美学家都不谈美，但是它是美学史中的一个环节，一个重要的阶段。那么什么是美学史呢？美学史都和人的美感和审美意识有关。要谈美学史的，首先它的审美意识、美感，这个是离不了的。你可以不谈美，你也可以不谈艺术，但是你不能不谈美感。凡是在美学史上占据一定地位的，
都没有不谈美感，所以美感是根本的啊，或者审美意识是根本的啊。但是一般讲美感和审美意识，如果你仅仅停留在一种心理学的理解，那也还不足以概括整个美学史啊。因为啊，这个一般的美感和审美意识是停留在经验的层面，它不足以成为一门科学啊，一个学科。这个啊，人们有的否认美感可以成为一门学科，它有它的道理，因为这种东西是飘忽的啊，这个美感是非常飘忽的。有时候，这个你今天觉得美，明天觉得不美啊，这个你天天见惯了，你觉得你有一种审美疲劳啊，你也觉得它丑啊，都完全可以。这些东西都是飘忽不定的，你如何能够对此形成一门科学？所以真正的美学史呢，关于审美意识和美感必须要有一个提升啊。有用什么提升呢？心理学当然是一种提升，但心理学的提升还不够啊。心理学的提升不足以把握美感的规律啊，美感它有规律性，它才能成为一门学科，才能成为美学史。那么怎么样才能够提升为一门美学史啊？真正的这个美学史呢，它应该考虑的是经过哲学提升的这种审美意识的历史啊。经过哲学提升的审美意识史，这就是美学史啊。严格说来，应该这样来定义。所以我给他下了一个定义，就是美学史就是哲学形态的审美意识史。他必须要提到哲学的层次，所谓哲学就是关于人的本质哲学，关于人的本质啊。心理学当然也是人，也谈人，也是人的心理啊。除了有动物心理以外，主要是谈人的心理。但是呢，心理学谈人的心理是从经验的层面上面，比如说实验心理学啊，我给你测量，进行心理测试啊，做心理调查啊，社会心理调查等等啊，这些可以从统计学上，从这个外部的经验材料上面建立一门学科，但是呢，它不能触及到人的更深刻的本质。只有哲学才涉及到人的本质啊。我们要看人的本质这个问题，这个话题本身就已经提到了哲学层面上。那么只有哲学才能把人的美感和审美意识提升为一门学科，提升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啊，提升为一门独立学科。我们要考察的美学史就是这样一种哲学形态的审美意识史。那么正因为如此，所以美学本身我们可以把它看作哲学的一个部分，美学史也可以看作哲学史的一个分支。咱们写哲学史的时候，往往我们涉及到美学史的一些内容啊，比如说康德的三大批判啊，康德三大批判每一本介绍康德的哲学啊，每一本包含有康德哲学的美学史里面，都少不了把第三批判，把康德的美学观纳入进来。但是其他哲学家呢，也许不见得是这样。我们谈黑格尔的时候呢，啊，不一定详细的讲黑格尔的艺术哲学。我们谈其他的啊，休谟啊，或者是斯宾诺莎啊、莱布尼兹啊这些人，我们不一定在讲哲学史的时候，我们不一定把他的美学思想也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东西纳入进来。但是你要真正要研究他们的美学思想的话，没有对他们哲学的了解是不可能的。而且你对他们哲学的了解，离开了对他们美学思想的了解，也是不完整，也是不完整。这个康德是最典型的三大批判，离开第三批判，你讲什么康德哲学啊？
就没法讲了啊。其他的那当然也可以讲，但实际上呢要详细讲也是分不开的。所以美学史从美学的最高层次来讲，它是哲学史的一部分。当然你也可以把它纳入到其他的，因为它是跨学科的嘛。比如说你谈艺术史的时候，你里面也要涉及到美学史啊。你谈审美意识，谈一个时代的审美意识状况、时代精神，这时候呢你也可以谈它的美学思想等等。所以它是跨学科的。而就美学的最高层次来讲，它是哲学史的一个分支啊。从它最高层面的理论层面来讲，它的材料当然可以不纳入到哲学史来讲，但是它的最高层次的关于美的本质，关于艺术的本质这些问题你必须要纳入到哲学层面来谈。因此我们看到在西方真正伟大的美学家都是哲学家而且呢真正伟大的哲学家很少不涉及到美学问题真正伟大的美学哲学家一般来说都要涉及到美学问题，因为美这个东西跟人的本质的关系太密切了跟上帝的关系也太密切了，就是中世纪的神学，神学哲学，它也离不了。你谈上帝的神学，你也离不了对于美的解释。上帝创造的世界是多么的美，你要加以解释。这个是美学史。那么什么是西方美学史呢？我们就要涉及到一个文化的差别。西方美学史我们是和中国美学史相对应而言的，如果没有中国美学史，那么我们完全可以不用加上西方两个字，我们就说美学史就够了在西方很多美学史家就是这样干的像鲍长奎的美学史吉尔伯特和库恩三大卷的美学史就是这样直接就说美学史，他们根本就没有考虑中国的美学有另外一套中国美学有另外一套，但是他们这样做是情有可原的，因为我们刚才讲美学的概念是西方来的，中国古代没有提出过美学的概念，而且中国的美学思想当然有很多美学思想，但是呢历来都不关心西方美学里面作为核心的那些问题，比如说什么是美的问题什么是美，美的本质、美的起源、美的根源什么是艺术这个我们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研究美学的陈望恒先生在他的中国古典美学史里面曾经说过，他中国古典美学虽然也谈到美丑问题，但显然不占重要地方，大多数谈到别的问题的时候顺便涉及到中国人谈这个美和丑的问题都是在谈别的问题的时候顺便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不做理论的阐述，专门讨论美的文章很少零星的观点也构不成历史传统，所以你要以美作为核心来贯穿中国古代美学史那是不成功的有人做过这样尝试，想用美的概念来贯穿中国古典美学史，但是呢不成片段搞不成，没有看不出一个传统，反而把中国美学史的思想呢歪曲了，你不能用西方的光光来套我们经常讲到中西的不同的学问自私方向的时候呢，喜欢用西方的东西来套中国的东西，往往是不成功的所以陈望恒先生呢，他是把中国美学的核心范畴归结为意象或者是味味道的味或者呢是妙我们讲妙物通过物去悟出其中之妙，最后呢以王国维的意境说或者境界说来加以概括我们用境界用意境
啊，用这些东西，我们倒是有可能把中国美学思想串起来。虽然这个概念的提出啊、很晚，并不是很早就有这个概念，但是它确实有这方面的意思。你要串起来是可以啊，是有可能做到的。那么妙物、意象啊、意境、境界这些概念呢，我们知道好像都是一些主观的概念啊。我们主观啊达到了什么境界啊，啊这个达到了一个什么意境啊，啊好像只是一种主观的概念。而西方这个美的概念、艺术的概念好像是种客观的概念啊。西方讲美好像是表现在我面前的一种景象啊，一种气象。因此有的人呢认为中西美学的区别就是西方美学强调对象性，强调客观性，中国美学呢强调主观的体验。一般这样说呢当然也有道理，但是不完全这样，因为在中国美学那里主观的东西并不一定就是完全主观啊。我们知道中国人的这种体会啊，没有绝对的主观，也没有绝对的客观，它是主判主客合一，天人合一啊，它没有对立，没有说主观和客观对立，一个主观就没有客观，一个客观呢也就不以人的注意之为转移。这种对立呢是西方来的。中国古典美学它是主客不分，物我同一啊，物和我是同一的，所以它不是一种单纯的主体性的审美活动啊。中国美学它不是一种单纯主体审美活动的反义词啊。比如说我们把主观妙物啊那些内容啊把它这个建立起来呢，就是中国美学了。恰好相反，它把主观的这样一种妙物、这样一种意境把它看成是天下万物的一种表现，天人合一嘛。我在内心所体现到、所感悟到的东西，恰好是宇宙的本体，啊，恰好是宇宙本体。哪怕是一种极其狭窄的一种审美活动，比如说我欣赏一个昆虫，啊，或者是我创作一个微雕，啊，一个麦粒上面我给它雕出一幅图画来，啊，这个。一个核桃仁里面我给它雕出一个小船来啊，里面还有几个人在喝酒啊，惟妙惟肖，要用放大镜才能看到啊，好像完全是我自己一种雕虫小技。但是呢中国人通常习惯于把这样一种欣赏立马就联系到整个自然造化，它精妙和玄奥啊，在极精微的东西里面看到广大的东西啊，看到整个宇宙的东西，整个宇宙的结构在一个极小的米粒里面就反映出来，最小的和最大的，小宇宙和大宇宙其实就是一个宇宙，没有对立。那么由此就看出我们做人的道理，我们人在天地之间，人生天地之间，我们人就是天地之间的一颗米粒啊，那么我们做人的道理自然而然就体现出来了。这是中国人的欣赏方式，天人合一的欣赏方式啊。当然西方人也有，比如说从有限中见无限等等，但是西方人呢啊不是那么容易达到这种境界的，中国人随时当下就可以达到这种境界，而西方人呢啊是要经过暗藏的。在旅途中，西方美学一开始就把审美活动看作是主体对客体的一种认识，一种静观啊，一种静观，他自己不投入其中，但是呢旁观静观啊，细心的体察辨认。所以西方人对美和艺术是热衷于进行逻辑概念上的定义啊，对美的性质、对艺术的性质加以严密的规定，这西方美学的特点。当然，他们也可以看出这种规定里面渗透着人的主观的情感、主观的需求啊，
但是呢，这种主观呢，他们仍然当作一种客观来考察，比如说当作一种心理学的规律来考察，当作一种灵魂的规律来加以考察。在主观中，他们仍然有客观，仍然是旁观的，而不是投入的。对这种主观因素，他们做出客观的描述、限定，并且呢，把它和其他的要素区分开来，界定它和其他要素的关系。这样呢，他们就能够建立起一个又一个的自圆其说的合乎逻辑的美学体系。这西方通常采取的方法，就是用一种理性的、概念式的、分析性的、逻辑的这种方式。把各方面的关系把它理清楚，然后建立起一个美学体系。这个美学体系呢是合乎逻辑的，是合乎逻辑的。我们下面后面将要看到这些美学体系它本身都有它的逻辑结构的。这跟中国美学很不一样的。中国美学当然你也不能说它没有逻辑结构，但是它很不看重这个，它看重的是在任何一个概念里面它都强调其中的体验，要你去感受，要你去感悟，不是字面上的东西，而字面底下意在言外的东西。那么由此我们就可以抓住西方美学史的特点。我们刚才介绍了美学、美学史和西方美学史这三个层次，从此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特点。那么我们要研究这样一个具有这样如此特点的西方美学史，那么我们就应该有相应的方法。我们在方法论上面就应该首先要有一个提醒，有一种预设。既然它是这样一种美学史，所以我们的这个方法，我们在研究西方美学史的时候，我们的方法呢，必须采取一种逻辑和历史相一致的这样的方法。什么叫逻辑和历史相一致？逻辑和历史相一致，在我的理解中，首先你要尊重历史，你要按照历史上的美学家的先后顺序，他们提出他们的美学观点的前后，因为后来呢总是受前人的理论的影响，你不能把后面的摆到前面去，那就没有根了。你必须按照严格的历史上的前后顺序来阐述他们的美学思想的发展，你要把美学思想看作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这个在中国美学史里面是不必要的。很多这个天才的具有美学思想的这些文论家、这些艺术欣赏家，他不用看那么多，他也许就看过一本，他也许就继承某某人的，他师从某某人就够了，甚至于他可以不师从某某人，他不需要把整个美学思想从头至尾来理一番。那么在西方的美学史里面，它有一种严格的历史前后关联，它不能够异军突起。你是天才，你比别人聪明，所以你提这个东西马上就可以这个万世留名，这个很不容易，基本上没有，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你才看得更远。所以首先你要强调它的历史的顺序，但是强调历史顺序不是为历史而历史，不是仅仅停留在事实的层面，事实层面当然是不可违背的，但要从事实的层面里面揭发出一种内在的规律，揭示出一种规律。这个人的美学思想在另外一个人的美学思想之后，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在他之后他为什么又提出了这个思想来，这里头有一种规律性，有一种逻辑性，有一种逻辑，就是说每一代的美学家他之所以提出自己的美学思想，都是出于一种想法，一种意图，就是想要尽量的克服前一代的美学家在美学思想上面所留下的缺憾、缺陷和矛盾，它不足。前一代美学家就是有个地方没解释清楚，
那么我就来帮他解释清楚啊，通常都是这样的。那么你要把它解释清楚，你首先要把他的东西搞懂了，你把他的东西搞懂了，你指出他的逻辑矛盾或者他的这个逻辑缺陷，你用什么东西来补足它，你一旦补足，逻辑上就上了一个层次啊，你就更说得通了啊。前人有些地方没有解释通，你比他解释更好，于是你的美学思想就留下来了。哲学思想其实也是这样的啊，我们讲哲学史的时候其实也应该这样看，每一个哲学家提出的哲学思想都是为了弥补前代哲学家思想的不足啊，于是就留下来了。如果没有这个功夫，你是留不下来的，你重复前人的思想，或者你还不如前人的思想啊，那你是留不下来的。凡是留下来在美学史上在哲学史上留下来的，都是对前人有所贡献有所推进，美学思想也是如此。那么任何一个美学思想，即算他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他本身也有他的毛病啊，不可能有一个是十全十美，再也无法推进了，他就是顶峰了，不可能的。既然他自己认为是这样，但是后人总是可以看出他有一些局限，他也有很多事情他解释不了啊，或者是在现实生活中在审美欣赏中我们又出了一个新的事例，出现了新的现象，比如说现代西方的艺术啊，现代西方艺术用古典的那种美学和艺术理论就没办法解释了啊，那么又需要推进啊，要扩大你的容量，以前的没有被完全否定，但是新的东西你必须要包容进去，于是又有人提出来啊，一种新的更广的更能够圆满的解释审美现象的一个美学体系，一种美学思想。那么这样就形成了西方美学史上的各种思想不断的扬起层层推进的一种线性的发展啊，线性的发展。我们知道我们讲西方学问的时候，我们通常都讲到线性性直线性的发展，就是当然不是完全直线的，有可能是螺旋式的，但是呢它是往前的，它是往前发展啊，它不像中国的学问通常是一种奇变式的，这个是中国学问跟西方学问的一个很重要的。西方的学问是线性式的，中国学问是奇变式的啊，就像西方的社会历史是线性的啊，有低级到高级几个发展阶段，那么中国的没有，中国是奇变式的，我们可以它循环，可以说它循环啊，这个几千年以来都是不断的循环啊，这个改朝换代没有实质性的推进，这叫奇变。你说它完全没有发展也不能这样说啊，改造换代以后它毕竟有些变化，更加老道更加成熟啊，最初的秦始皇啊那是非常非常幼稚的非常脆弱的，后来就越来越巩固啊，但是它是奇变，就像酿酒一样啊，这个酒越陈就越香，积淀的越久就越成熟。那么西方的是一种线性的发展，它体现为2000多年的一种美学范畴的演进啊，它是美学范畴的演进，美学概念，每一个美学家都代表一个美学概念，一个美学范畴。那么后来一个美学家提出了更高的范畴，这就导致了美学范畴的历史演进。那么我们来把握西方美学史呢，由此就提出了一种要求，就是说你首先要从概念从范畴方面对于西方美学思想呢要有一种逻辑的理解，要有一种理论的理解啊，要有一种理论上的理解，而这种理论上的理解呢又不能脱离对于历史上的那个时代精神包括审美精神的体会啊，
所以研究美学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就是说你如果没有这种思想准备，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研究美学的。研究美学首先要有一种逻辑把握能力，也就是哲学思维能力。但是光有这个不够，你还要有一种对于时代精神的感受性，包括对于文学艺术的感受性。我们知道时代精神首先体现在文学艺术，文学艺术是时代精神的最敏锐的一根神经一个时代精神，时代的动向，在文学和艺术里面，在诗歌里面，在小说里面在画风里面首先体现首先体现。你有没有感受力，你能不能敏锐的从这样一些现象里面感受到时代的脉搏感觉，你的感觉好不好，包括语言风格我们今天语言风格有很大的变化网络网文网络流行语，你从这个里头有没有一种感受？如果你没有，那你空谈美学范畴那是行之不远那你走不了多远。你必须要有深厚的生活积淀，有对时代精神的敏锐的感悟，特别是对文学作品、对艺术作品的感悟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所以要做一个美学家其实很难的当然也很容易，一个人既搞不了哲学也搞不了文学，他就去搞美学有的人是这样的。但实际上呢，你要搞美学，你必须既要懂哲学也要懂文学艺术你真正要做到高层次，必须要具备这两方面的素养才行那么对时代精神的感受当然属于历史，所以历史和逻辑意识也就意味着审美范美学范畴和审美经验的一致这两方面经常是不能协调，审美范畴有时候走到前面去了，有时候审美经验走到前面去了，范畴跟不上经常不能协调。但是呢你要尽量走到协调这个具体到某一个人，你的哲学领悟力、哲学思辨能力很强，但是艺术感受力差一点，那你就补那你就看大量的小说，你就欣赏观千剑而识器你看了一千把剑，你就知道什么是剑你就不断的磨练自己。如果你缺乏哲学，你的艺术感受很好，你需要哲学，那你也可以。你加强哲学训练就看见哲学从这两方面都是可以的。所以他们的矛盾呢其实不是真正的矛盾你从哪一方面入手都可以进入到哲学史的研究，哲学的研究美学史的研究所以当我们处身这样一个矛盾之中，一方面要有抽象的哲学思维能力，一方面又要有具体的审美感受我们在这两者之间不断的循环往复，那么我们的素养就开始提升了我们就能形成一种眼界，形成一种自己的跟时代紧密相配合的美学观我们就有一种自己的美学观。在这种美学观中美学的范畴和历史是紧相配合的是紧相配合的。在美学史、在艺术史中所出现的那些现象跟这个美学范畴是相配合的，而在美学史中这些范畴在历史上出现的次序跟你的美学观中的逻辑秩序也是相配合的我们讲历史和逻辑一致有这么一种现象，这个是黑格尔发现出来的就是说我研究哲学史的时候实际上是在研究我自己的哲学观，最早的哲学家就代表着我自己的哲学观里面最初级的范畴，后来的那些范畴，后来的那些哲学家就代表着我的哲学体系里面的
一个一个的逻辑阶段，历史的前后跟我的逻辑思想啊，哲学思想、哲学体系里面的逻辑结构是相配合、相呼应的啊，是相呼应的。我们看黑格尔写这个小逻辑啊，他经常举到哲学史上面的一些例子啊，比如存在论，他就举到希腊哲学中的巴门尼德啊，这个本质论，他就举到亚里士多德啊。他的这个哲学思想的逻辑结构跟历史上的前后顺序是相一致的，这叫历史的逻辑一致。那么我们在美学史上也有这个特点，我们学习美学史不仅仅是要知道在西方2000年的美学史上有哪些美学家，他们说了哪些话，而是要通过体会和理解、领悟他们所说的这些话来建立自己的美学观。他们的话有道理啊，可以说没有一个美学家所说的话是没有道理的，你不能完全否定的啊。我们有些初学者往往喜欢做一种绝对的否定，某某人他的观点是错误的，那我就不理他了。其实不对的，凡是在哲学史或者美学史上留了名的，你都不能说完全他说的东西是不对的啊。当具体的事实可能是不对的，他搞错了，但是一个美学思想或者是一个哲学思想，它总有它的道理。你不要急于去判断它是对还是错，你要仔细的去分辨它处在美学思想的哪个层次和哪个阶段上啊，这才是对于美学史的一个认真的态度啊。这个我们有的人听这个哲学史或者就是喜欢提这样一个问题，你讲了这么多的哲学家，这个观点那个观点，你觉得哪个是对的？这个老师也回答不出来啊，到底哪个是对的？一个一个讲了啊，你给我挑出个对的来，我们就听那个对的，其他的都可以不听了啊。这种观点呢，其实是非常外行的，还停留在学问之外。凡是历史的这样一门学问，我们都要考察它在历史发展中的层次。为什么要这样考察？是为了形成我们自己的美学观。你把所有的曾经有过的美学思想按照不同的层次吸收在你的美学观或者哲学观里面啊，按照不同的层次，他说的很幼稚不要紧，它是一个最初级的层次嘛。但是最初级层次你跨不过去的，你不能撇开的，你要经过的啊。这样一来，学了美学史以后，你就会有自己的美学观。当然要动脑子，有的学了以后也还是没有自己的美学观啊，这个要动脑子啊。你要把这些人他们的思想都吸收进来，像海绵一样，但是按照程序、按照逻辑层次吸收进来啊，你就会知道它在某个意义上面是有道理的，在什么意义上面它又是片面的啊。如何能够越来越全面，这就是素养啊。我们要学习美学史，就是为了提高我们的美学修养啊，把自己提高到一种哲学形态的美学。你无所不包，你把所有的美学思想都吸收进来作为不同的层次，那你就具有哲学的层次啊，你就具有一个哲学的高度啊。所以我们这个课要强调的西方美学史有两个特点，一个呢是我们将会在每一个环节上面都强调它的时代的特色和文化土壤啊。我们在每一章前面都有对文化土壤的介绍，这个是我们要明确的意识到我们的美学不能空谈，不能空谈概念啊，我们跟时代结合起来，跟审美意识结合起来。另一方面呢，我们要强调历史上的美学思想本身它具有它的逻辑层次，以及这样一些逻辑层次之间是怎么样转化、怎么样推移、怎么样越来越完善的。
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学习和训练，我们在将来我们面对一个具体的艺术作品的时候呢，我们不是仅仅是沉浸于对它的欣赏和快乐之中。当然我们首先一个艺术作品摆在你面前，你首先当然是欣赏，看它能不能给你带来快感这个美不美也是美不美，有没有美感。但这不够，仅仅凭着这个也给我带来快乐，那个也带来快乐，那是不够的。你必须要提升，你要反思你自己的这种快乐它是在哪个层次上面它的类型属于哪种类型我们经常看喜剧、看悲剧看历史剧等等，我们都感到快乐。但是呢，如果你有美学修养，你会分析出它的层次来在什么层次上，在什么类型上面给你带来快乐。这样一来，你就能够突破自己个人感性的局限性比如说有的人就喜欢看喜剧看小品、看搞笑的悲剧呢就不爱看这些是一种局限。有的人喜欢看优美的，不喜欢看雄壮的、雄高的另外一些呢可能相反，喜欢看那些强大的、有力的，不喜欢看那些柔弱的、柔美的。这都属于自己的局限性。你要把自己心胸扩展，你就必须要突破个人感情的局限性，要打开更加广阔的快乐之门你要能够欣赏所有人类感到过快乐的那样一些对象那一些艺术品你要能够对凡是艺术品你都能够做出你自己的评价，这样呢你就可能与全人类曾经具有过的审美感受发生沟通和共鸣，这就叫美学修养一个有美学修养的人，他是不带偏见性的。当然，他有个人的爱好，但是他清楚，这是我个人的爱好我不能因为个人爱好去否认任何其他的爱好，而是要同情的理解凡是人类的爱好，我都要理解。这个是我们的目的通过这样一种提高呢，我们可以为自己建造一种美的人生我们人生每天每时每刻其实都在有意和无意的进行欣赏、进行品评、进行品味、品味人生那么如何能够使自己建造一种美的人生，那么学习西方美学史是不可缺少的。休息一下吧。